穿高跟鞋很累的人可以见识一下前辈跳舞的精神。好，来放出来。啦啦啦啦啦，谁是谁管他，去海角天涯。更吓人，一开始那团体中都没停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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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不过有帮你省掉记歌词的力气啊，对，那就是啦啦啦。就万一接下来跨年就是要叫你一直跳这个呢？哎，现在已经有了，有邀约了，而且我会弄一连串的组曲。哇，那很累，很累很累，但是确定吗？但是有必要，包括我整套的有换装，有整套的啦啦啦，街道跑跑跑，哇，好酷哦！我先透露这样的，会蛮不一样。会啊，那跨年现场都有医护人员吗？对对对。抽搐，大家高兴吗？先要抽嘛，要先跑，生命要燃烧啊！对啊，展场女郎要发传单吗？要，偶尔要。所以发传单怎么避免路人冷漠不理你？没办法，有人有办法。我有一个办法，怎么弄？就是因为通常发传单，他们可能就一拿抽了就走了，对，或者是他们就是直接说哦不要。但是我一招式就是，我可以现场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班杰，你要试一下吗？哦，好。他要发传单，他要发给你。好，你不要发给我，那我不要哈。对对对，很简单，可以站出来，班杰，你就经过，那你就不要，就这个位置嘛。好，好 ，Action。Hello， 超好看哦，超好看，我们再给那个。不会的，所以他要去某处的话，你就一直挡在他前面。然后假设帮你帮我拿一下，再一次哈，对，帮我假装你拿了，我拿了，然后我就直接这样，就是你拿着，然后假装你的意思是说我会稍微会稍微抽，为什么？那他才会稍微注意看我在干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好近。然后我会跟他说，他不能抽了就走吗？我会，因为他们抽了就是直接拿就走了，就完全不管你们是卖什么。假如说我真的拿到的话，会这样子，就是。拿了就走了，对对，那他这样也不行吗？所以你的招式，我经过的时候，比如说啊，我拿，我先挡住他，然后拿着我会这样，他会发现哎奇怪，怎么抽不走？然后我就会说前面可以参考看看，我们是卖什么什么什么。那你这样，他以为你要跟他聊天。对啊，他太敬业了吧？那抽走最好，赶快抽，越抽越好。所以你要把他引导到摊位去，对，会希望他多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每个月捐100，复健。真的很用心，就是多看一眼这样子。可是，一般去展场是不是手上拿太多，没有人会真的看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没有人会看。不会看，就东西太多，想说哦，帮你拿一下就走，就感谢他就好。所以，真的只有他一个人会这样拉住不放吗？因为我之前是做就是展场的攻读生。所以我是真的希望，就是他们才进来看我们是卖什么的，因为我说一直被这样子，我会生气。没有，因为她漂亮，所以不会。女生，我们觉得好声好气，就说参考看看，拜托你参考。如果她漂亮，那就直接她就拉着你的衣服这样走就好了，干嘛还要抽那个单子？要不然可能就是一拉干嘛？对对对，我就说你要给我 line 我才拿你的传单，对之类的，要给 line 等一片，他家跟你要，那怎么办？就只能跟他说，因为我在工作，不太方便。那他就不拿，他就说那我就不拿。我说你拿一下，不然你进来我们摊位参考一下，然后待会看怎么样，然后再给你啊。然后就等他进摊位，我就赶快溜到旁边去继续发其他人。可是你们都有粉丝页吧？对，那你们就给粉丝页。对，有些人就是偏偏不要，他不想当粉丝，他想要当朋友。对，他觉得我拿到飞机票才叫朋友，对，才是朋友。对，我爱的东西不只是朋友吧？所以 FB 上，你们除了粉丝页都有个人页，有。所以他们要的是个人页，对。那他们分得出来哪个是粉丝页，哪个是个人页？他们很厉害，他们自己都知道，而且他会去从可能你粉丝页找你个人的东西。对，怎么找啊？不知道，他们很厉害，他们没有人来找，找得到。找你去收债。找人家去 Google
你人肉，把你肉出来，然后就发现了，有些甚至连你的小号、账号那些都挖出来。小号，好新潮哦！这些人，我以前都没有粉丝。没有，我们没有锁。其实我觉得粉丝真的很厉害，我个人也有锁起来，你找不到我。还是就是每天就是那边就是加朋友的超多。是，你们当中有一位好像是说，某一个节日工作很寂寞，叫网友来陪，就来了50个。是谁？是我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因为我就是大学，可恶，就是没有，就是很寂寞，因为是圣诞节，就是因为我们同事都是就是姐妹，不像办公室可以交换礼物什么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就很寂寞，也没有同学跟我交换礼物，我就在 FB 就在大概23号还是几号就发了说，我说就是大学毕业了，然后也没有同事可以交换礼物，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交换礼物。那我刚好这个假日有在信义区有工作，然后我想说工作结束可以跟大家交换礼物这样子。就没想到就来了，我开了活动就来了50个，礼物都准备不够，就跟他们超多。然后就是下班之后，那个星光上面都打烊了，那个走廊都暗了，然后我还在换礼物。你在粉丝专业 PO 这个？对，我就没有，只是说就是现在没有同学跟同事可以交换礼物，我越看大家都会说，哎，我200块的礼物啊，帮我去买什么的。那这样他们不是乐坏了吗？可以跟你共度圣诞夜。他们很开心，可是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很寂寞，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同学跟同事可以跟我交换礼物了。可是他们来了，你就要有责任要陪伴他们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就陪伴他们，然后到你根本就扛不住啊。可是就是至少是就是觉得很温馨，因为在这个节日，然后很多朋友粉丝就一起聚在一起。所以那你就不能嫌人家烦，就是他们也有陪伴你。其实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我很寂寞吧，就来陪我。好，那你有勇气看许维安有一个礼物照吗？他有收到很多礼物哦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我看一下许维安收多少礼物哦。哇哇，这些都是去看展的人送你的，全部都是。你家是开那个繁殖玩具城啊？上面第二排有那个 Hello Kitty 的杯子，就是最近的，最近的。对，然后最近已经集完了，没有，才一个礼拜还不到吧？他出来一个礼拜不到，他就有人就寄给我，然后有些人是他就直接到展场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一箱给你。很困扰的，因为他知道我搬不回去，然后他还拿好那个宅急便的那个贴纸，然后叫我自己写。现场有谁不服气？就是这个礼物并不算多的吗？有人要跟他拼吗？我只是丢掉很多。没有很多是不是？哇，我拿过不少。拉拉王昌鑫不用比了，算了。拉拉有吗？我大概一个墙就可以拿到一半。一个活动啊，就体量大，赢了赢了。可是那些填充玩具很大只哎。对啊。那一个人怎么抱得了那么多？就是他们也会就是跟在我后面一起帮我带回去这样。小精灵，对，很贴心，小帮手。所以可以跟儿童玩具。你刚刚是在偷笑说许维安这个有什么好？没有偷笑啊。对。然后墨镜也有这么多。我是收到比较贵重一点的。iPhone 5S 跟 TR， 你旁边那个人还收过钻戒，这个拉拉收过钻戒。iPhone 跟那些我也都有收过，可是我都不敢收，我觉得太贵了。iPhone 给我，我赔。我再给现金给你。你要不要在康熙讲说你一个很寂寞，看会有多少？对啊，看几个人交换。好寂寞 ，iPhone 都买不到。可以在中间楼下，可以纸扎的烧给你。所以填充完，倩倩儿也是这么多。我的话，因为我比较爱吃，所以哈，我的粉丝几乎都送食物。那黄乔欣这种前辈还分到妹妹们的礼物，这样下得了台吗？还好啦，以前那个年代也都是我分别人。而且有点浪漫。你今天好像想要给妹妹们看一些你当年的照片。没有，我不是每个人都得放吗？还是只有我吗？只有我还可以。因为你的最惊人呐。因为你才有当年呢，他们都现在。你的是 ED， 你那个照片真的很有时代感哎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啊，真的是要死了，那个照片真的是。所以你，我们现在看这照片是特殊造型吗？绝代双骄有没有啊？没有。哎呦，看不出来。我以为真的是魔兽世界。他怎么会？他是脸婴儿肥吗？对啊，不是，他真的太高了。然后动漫的少女都是娇小。迷你的袖珍型的，对。对啊，对，除非他是去。cosplay 怪兽，这个怎么会是巨人？就是对，拜托，以前那时候很红哎，那时候真的，你对17、18岁的时候呢，你很红，真的，我干嘛呢？哦，是什么？阿欧的5娘，有感觉吗？阿欧的，好巧，不
这是半里亚平吗？这是里亚平，像不对，好像亚平姐。以前那个年代的妆，不太像现在那么精致。你那是羽毛剪的，小姐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，而且这个 pose 也太尴尬了吧？啊，这是天堂的游戏，这比较像你了。对，这个还好。OK， 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我跟你讲。游戏厂商那件衣服史上最最露，大家看到没？对啊，还好。没有，它前面那边是绑带的，它这边是整个镂空吗？是绑，对，镂空绑带哦。因为它的裙子你知道怎样吗？它不是平的，它是斜上来的，所以我用球遮住。所以用球遮了一下。所以它这边整个是你知道快露屁股了。是。所以非常露，你们现在真的是小心了。